因为有朋友在询问 Gorilla 的剪刀能不能剪缎带，那我们这边就来测试一下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就拿到一个就是大家看到的这种就是礼物会绑的缎带，那一般的剪刀来剪，咦，好像是的确比较困难，因为剪下去软软的东西，它好像对，就是会比较有一些小小的问题，比较没有那么的干净利落。那 Gorilla 剪刀来测试。大家可以看到，非常的锐利，可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剪断带部分。那我们如果换成这一个像 Costco 买的这种比较大的这个断带，我们来做个试验试试看好了。那是不是也是可以很顺利的把它剪掉呢？我们来试试看。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顺利，就算连这种很长的、很厚的这种缎带，Costco 买的这种缎带也可以很顺利的裁剪。好，以上是 Gorilla 剪刀剪缎带的测试。